那这次也是获得了我们的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入围，所以两位呢今天都我们来到了台北的抢票会，来稍微久一点时间，中间上方是我们的电子媒体。好，换到左手边，要一定要哦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请工作人员准备好 stand by， 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我几个字先？五个、六个字，哇塞！第二个字啊，二一，二一被二一了，四五六，我一七七翻。第一个字，慢慢来，第一个字下。二一个我，下一个炎亚纶，哇，好厉害！好，紧接着第二个，僵直性脊椎炎，几个字？四个字，嘿，槟榔西施，三个，嘿嘿，第一个字，三 ，OK。转头放弃吗？要放弃吗？回眸一笑。哇 ，OK， 第三，好，哎呦，好，右手边，从右手边开始哦，四位视线一致，好，右手边看完了以后，中间前方，正是都是这样子跟你讲话的一个状态，不然是落枕啊，就这两种。你说落枕也会这样子？落枕也会啊。哦，就是说什么？哎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我刚刚在落枕。对。也是蛮像的啦，蛮像的。不过其实这个当然今天呢，在这个现场能够抽到门票是最开心的，没有抽到门票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活动，不管是在这个 IG 啊或者在 Facebook， 其实密切锁定的话都可以有机会。言下之意就是要赶快加入他们的 IG 跟他们的下载他们的 app 啊，当然一定要 Hit FM 的 app， 官方 app 很重要了，因为我们很多的赠奖游戏也是透过 app， 对，然后 Instagram 在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都有一些送票的讯息，没错。除了今天台北场之外呢，台中高雄场也都有啊，要4月21号台中，5月4号高雄。哦，是抢票会有三场这样，三场北中南。OK， 怎么样？那北中南要一起来跑一下吗 ？Sure， why not？ 太好了，再来比手画脚，你很想要，那我们还是颁奖典礼来一场好了，把它加进去有没有？当然，今天呢，其实还是要跟大家拉一下票了，因为4月16号下周二之前都还可以赶快最受欢迎新奖项票选系列的。对，因为可以一直投嘛，是吗？你知道每天好像就一次，所以你们有时候投完自己喜欢的，哎，可以顺便投投我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顺便呢？你在现场就应该说，现场是本来会投我的就会投我啊。你们敢投别人看看啊？开玩笑。Anyway， 就是这个活动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啊，因为其实真的唱片景气非常的差，然后能出唱片的人，要么就是自己很有钱，要么就是还有公司，要么就是吃泡面。对，真的就这三种。然后我觉得这世界不能没有音乐，所以大家要多给这个做音乐人的人更多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玩音乐的人很辛苦，要再一次谢谢炎亚纶特别来到我们台北抢票会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亚纶，谢谢，拜拜。